梁朝伟今日喺大学出席电影《一代宗师》座谈会，会唔会分享拍摄时候嘅辛酸史呢？我又唔觉得系辛酸，即系一路啲人都会话拍得好辛苦，我真系唔觉得好辛苦。我唯一一个辛苦就系开头落雨嗰场系辛苦嘅，其他我唔觉得辛苦。一代宗师将会参加柏林影展，有传喺柏林放映嘅版本会长啲嘅。我后尾我喺新加坡有求证过呢个导演啊，我话喂，系咪长啲啊？佢话呢个世界上有一样嘢叫消费者委员会啊，老友，佢唔可以话我哋出咗而家呢个版咁，然之后第二度有第二个版本，咁样唔系几好咯。佢话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喺套戏入边嘅戏份唔够，想加翻多啲啊？唔使啦，啊而家咪几好，我觉得而家几好睇啊。咁佢一定有佢嗰個，因為係佢嘅作品嚟噶嘛，咁應該係佢想點樣去講個故仔，應該係佢決定嘅。有報道話你同王家衞不和喎，係咪真嘅咧？真係笑死人啦！傳聞係因為你嫌戲份少喎。點會啊？你覺得我係咪咁嘅人？同埋我同家衞咁多年朋友，已經唔會。第一，我又唔會計較呢啲嘢，同埋尤其是而家我拍戲真係為咗中意拍戲嘅啫嘛。你話仲要攞，哇！咩自己咩都有啦。而家其實應該係學下點樣去起翻出嚟一啲可能冇我咁幸運嘅人。